来看看这位小美女，17岁的欧阳妮妮，最近大家说啊，她因为在口袋里发现200块的事件爆红哦。可是她自己觉得说，其实我不是爆红哎，是很多人现在想起我来了。因为她说，其实从出生以来呢，就很多人认识她啦，因为她爸爸妈妈的关系哦。那么200块钱事件只是让更多人想起她，她其实还是原来的妮妮。那么但根据了解，她现在的活动价嘛，倒是已经涨价喽，还涨到了15万起跳，让业者也说实在也太 over 了吧。不过对此，她也解释说，他并不清楚酬劳有多少，目前他其实也只能够领用钱而已。